这边是储藏室啦，那边是客厅，那这边呢是我们的餐厅啦，那这边是呢我们的这个厨房，所有的卧室呢在楼上，我们这里呢管一日三餐和两顿加餐啦。那你待产呢是3000一个月，要坐月的时候要收你4500哦。啊，如果你有家属来陪你加一张床呢，要加到你1500啦哈。哦，还有我们楼下冰箱里面水果、牛奶、果汁，你随时可以吃喝了哈。啊，你叫我黄太就可以了。请问你贵姓啊？文佳佳。文小姐，来，这是你的房间啦。这么小，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有开玩笑啊，这间是雅房，卫生间在楼下。什么是雅房？雅房就是不带卫生间，带卫生间的叫套房啊。没有卫生间能叫雅？我要住套房，敢叫雅？哎，真是，请你小声一点可以吗，文小姐？我们大家都睡觉了呢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要住套房。你别搬了，你。我要住大套房，我可以加钱，双倍。阿文小姐，这样子啦，我们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讲好不好？我帮你问问看有没有别人可以跟你换啦。你一路来也很辛苦，再说你的胎儿要休息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呢是热水24小时供应的啦，早餐呢在早上9点啦，哈。对不起，你就是个托儿，我现在看清楚了。哎，好凶哦！给你添麻烦了，不关你的事啦。你也是想照顾我吗？我是没办法。嗨，你怎么锁门啊？你怎么不锁门啊？拜托，你看得见上面的字吗？都是女的，谁没见过呀？谢谢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你真的不会敲门是吗？嗯，哦，我 shit， 我这在睡觉，你大清早就那样，你还是让不让人睡了吗？拜托小姐，现在12点中午，我倒时差。对不起，打扰您睡觉了。等一下，这叫使用中，以后见着这个牌子再进来。回国一卖，怎么地也得赚他一倍。黄太，新来的 ，Hello。现在可以谈换房间的事了吧？哦，今天早上我跟他们说过了啦，可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想换房间呢。不好意思了，我们这里就这几个房间。啊，这样子了，等了周宇他生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换到他的房间去。
不够，还要3个月了，拍谁？楼上有一间放婴儿床的房间，大房那个，我喜欢那间，多少钱？那间是皇太的，是吧？好，皇太，我就喜欢那间房，价钱加倍。文小姐，那个房间呢是娃娃出事的时候要住的啦。妹子，要不我跟你换，我那个房间也挺大的。我就要住你这间，吃饱了撑的买这么多啊？姐妹，你有钱是吗？哎呦，便宜，便宜就买了。我就是想住皇太那间，怎么了？哎，文小姐，就这样子了。那个房间呢，我收你4500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了，好，你先收起来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一会儿就换。洗了，我另付钱。嗯 ，Mary, you would do anything for money, right? What do you mean? How about I pay you to take a shit for me? Don't you start messing me around, okay? We have one prima donna in the house. It's enough. Really? 拜托，中国人要讲中文。中文的意思是美国孕妇不吃螃蟹，她生出来的孩子胡搅蛮缠，横行霸道。Hello, Hi Stella. 啊，你说，现在市场价格在哪里？只要上到9，2000万全部卖掉。吹牛吧？对，2000万全部卖掉。啊，这白发魔女什么来路啊？文小姐，啊，你今天下午要去看妇产科医生呐，看看你喜欢哪一个医生，啊，那个 friend 会带你去的啦。确定我选的大夫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开的这种地方不会是黑诊所吧？会说国语，女性，满足你这两个条件的，这医生最贵。看着像真的，不过你们美国肯定也有作假的。你先把表填了，因为中国人写什么英文，看不懂。看，种族歧视嘛，这不。第几次怀孕？第4次。你还真信啊？第一次。有没有药物过敏？毒药。嘿嘿，应该没有吧。做过什么手术没有？小时候爬树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，缝了后脑勺几针，那算吗？几针？3针、4针、5针，随便写吧。行啊你，英文不错呀，你连后脑勺都能写啊，真厉害。OK， 好，各位拜见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啊 ，Frank， 好久不见了。是。那个没填完，不好意思，为什么有你填？哎 ，Grace， yes， 快点把这位小姐带进去吧。Sure。
刚才的唐说你原来是做医生的，看着不像啊。长得不像，所以后来就不做了。哎，他为什么叫你那个叫 Dibi？ 你不是叫 Frank 啊？是不是像那种韩剧里边管你们这老男人叫欧巴啊？在心。在美国，这都是个人隐私。哎，大螃蟹，阿拉斯加大螃蟹，哇，真大！那嘴还动呢。280块。280。对。行。哎，那一块算。我自己来，谢谢。哦。还那么少，我可不想回去陪他们养老。哎，我请你吃饭去，全西雅图最好的餐厅。我还得接我女儿。女儿？妈妈呢？在国内。她可真行啊，把你一人搁这儿也不怕那些洋妞啊。哎呀，有那么会赚钱的老婆，洋妞算什么 ？Frank 啊，8.5块。好。8.5块。小心别刷爆了啊！哎 ，Frank， 那男的谁呀？那是他孩子的爸爸。啊？外国人？ Okay, thank you. Hi, Frank. Hi. 他挺帅啊。哎，那女的是谁啊？他孩子爸爸的女朋友。啊？人都结婚了，你说这女的呢？算算好的，那你钱都能弄到胳膊上去。美国呀，就没有说什么孕妇不能吃螃蟹的说法。嗯，还没有说螃蟹能吃，咬上了，吃你的苹果。嗯。看电视剧的？哎，我看过这个，就这男的啊，就那个穿绿旗袍的小妖精，最后就跟那男的结了婚。那白衣服的呢？你不剧透会死啊？对。哎，周一，你英文说那么好，是不是床上学的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敢做就不许人说了呀！我做什么了？我那天都看见外面那个外国小帅哥，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怀人家孩子？哎呀，少说两句！你再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我抽你 ？Such a dumbass。嘿、hey, ，你以为你学两句洋文你就牛了？我要有一个洋鬼的男朋友，我英文比你好1000倍、10000倍、1000倍。小姑娘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有两个臭钱你就显摆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把话放这儿，你这个钱，不是你亲爹的，这就是你干爹。我就不信这个钱是你自己挣的。我老公愿意给我的，你先不嫉妒恨着。我老公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老公啊，就你这么花法，你这钱不定谁老公的？你放屁你！你个骚货眼里这都是骚货了，你傍海杯都是骚货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俩人的嘴里就放着黑马，你放着黑马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少说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，还有好说话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啦！啊，你们在干什么啦？啊，都大着个肚子还在那边大吵大闹，讲粗口，活该他打我，打你活该。哎呀，欠都给我闭嘴啦！这什么样子呢？你们有点口德嘛，一点做妈妈的样子都没有。啊，你还站在这边干什么啦？不是我的错。